好，我们看到，可是呢，这个蔡英文总统毕竟啊，也已经下了军令了嘛，哦，那所以现在民党上下当然都是出来挺陈伯文，用各自自己的方式。那这一次呢，是副秘书长林非凡，好，那他也出来喊话了，他请大家守住陈伯维。他怎么说的？他说地方势力不会因为一次的败选就溃散。现在陈伯维面临旧势力还有百年大党，企图透过罢免卷土归来。我要拜托大家一起守住他，回家投下不同意票吧。好，那当然林非凡这样的发言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了，包括很多人说你为了陈伯维你就出来讲话了，那之前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死了那么多的人，包括了太鲁阁事故，好，以及城中城大火，甚至屏东挖眼案，我也没有看你出来发声说些什么话啊。好，为什么这次为了陈伯维就出来讲话了，兵哥？我觉得地方势力被民进党讲的好像变成是十恶不赦的一个东西一样。那如果你对地方势力这么深恶痛绝的话，请问一下，苏家全、苏正清、苏植算不算地方势力？他们在屏东算不算地方势力？要不要把他连根拔除？薛林家族算不算地方势力？要不要连根拔除？民党有多少地方势力？要不要连根拔除？光是民党自己在台中，你台中市长不理有多少人是地方势力？要不要全部拔除？林非凡怎么不去拔除一下？你这副秘书长干假了啊？你为什么自己不去？你叫人家大家去投票，你今天应该去站台啊？你怎么不去站台？让我看一看伟大的民党副秘书长。为了九万就辩解的，之前把民党骂得跟狗一样，说明把民党说得多不堪，就为了九万就去当副秘书长的人，我看你干嘛站在那个台上？特别是大家请注意，大家记得哦，今天是民进党政府叫大家降半旗，因为要悼念城中城大火，然后办的民主音乐会，很棒吧？我希望林非凡出席，就让民进党人都出席，看看你们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这就是民党在做事情的样子啊！明明在动员的都是你们，然后拼命在说别人动员，你们动员都不算，你们动员都是应该，因为别人在动员，这什么逻辑啊？那我老实讲，谢志伟这个咖，我真的不想讲他。什么你在柏林挺伯维，我拜托你，谢志伟，你是驻德代表，你的真正任务是要巩固我们跟德国之间的友谊，巩固照顾我们所有台湾人在德国的利益，结果你做了什么？你每天除了嘴炮，每天除了跨海写脸书，每天在关心国内，你德国的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啦？你除了挡 BNT 有功之外，你做了什么啦？这个人真的好意思了，真的丢人现眼到极点。我每次看到他，就觉得深深要跟大家说声道歉。我们谢家出这种败类，谢家人是？对啊，真的是。我每一次，你们不要常提他，每次害我的，每次上节目就要道歉一次。我刚刚没提啊，你就自己直接。因为我看到他脸，我就有气。因为这些人真的是每天在乱搞这些东西。那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都提到，为什么陈伯维在最后阶段，为什么没有跟这些林里长啊、地方农会啊这些干部出来啊？陈伯维可能不熟，他当然不熟，因为他是高雄空降过来，他当然不熟。可是问题是，他也在这边选上立委啊。过去民进党是要把资源交给他的，以前陈世凯，民进党过去的本来要跟严宽恒对抗的。这个人过去是我把很多资源都交给陈伯维的、哦、那为什么经过两年的时间，陈伯维跟这些人还是不熟，这些人还是没有站出来挺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陈伯维根本没有去拜访人家嘛，就这么简单嘛。你选上了把人家忘了嘛，你天天忙着去台北上节目嘛。对，所以陈伯维在台中地方扎根不深嘛，对不对？他根本基本上就没有在跑嘛，你想想看，他有多大的大半的时间，他自己说的，他上午都在咨询，下午都去上节目。那请问一下，他有什么时间跑地方？没有没有，他说他晚上要回去陪他妈妈吃饭。虽然他们最近才说两个人在雾峰碰到，才说好几个月没见。然后他说他每天晚上回去陪他妈妈吃饭，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好几个妈妈，我也不晓得。所以这个人每天到底在说什么？每天到底在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每天其实我老实讲，你看陈伯维就知道。他一心一意只是想红，只是想当网红，就是嘴秋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让他这么辛苦，因为立法委员真的不是适合陈伯维的职业，他干不下去，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是个草包。他这个草包就好好去当网红，也许能够开拓另一片天地，不要耽误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好，因为这个林非凡其中提到嘛，他说因为陈伯维面临这个旧势力和一个百年大党，好，那有点在导向说
被这个百年大党的欺凌了。所以可是我要请教佩芬的是，毕竟罢免案是公民权利，这是人民做主人民的力量，可是现在感觉上好像就是一副以大欺小的这样的一个风向在带。没错，就是罢免案本身当然是人民的权利，所以我刚才也说嘛，就是说人民就是这个选民啦，有投票权的人自己去决定说要投罢免还是反对罢免。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也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确实看到很多的这个旧势力、地方势力。你说地方势力一定就不好吗？其实不见得，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严宽恒他们的严家的地方势力，我想他是怎么样的背景我应该不用再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说里长、邻长、公庙、农会怎么没有看到？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些志工，很多的人整个在地的，可能外来的在地的，他可能去参加这个陈伯维他的这个说明会，可能去帮着就是陪走一段这个苦行，结果家里的长辈就会接到电话说来关心来关切说，哎，为什么你们家的这个晚辈会这样子做为什么会就是哎那一天怎么在看到他？所以你可以接到关切电话，对，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都会反映说，在网络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媒体有报道说会接到这关切的电话，甚至说媒体要下去就是采访陈伯维他的现场状况的时候，陈伯维的团队都拜托说不要照人家就是选民的正面。其实我自己在看陈伯维的直播，我一开始觉得说他团队怎么这样，就是说怎么都照背面，因为背面很难看。然后我自己也选过立委，我就觉得直播不就应该照正面吗？就是要照出大家对你就是这样子拥戴的一个状况。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他们为了避免说这些支持陈伯维的人受到地方的一些骚扰，或者是给了一些心理的压力所以才都是这样子很隐晦、很侧面、背面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说，这是一个跟我们所认知的一个可能很不，就是至少我以我在台北都会区来讲，很不一样的一个选区。所以你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地方势力，有没有这个严家的这个动员等等，我觉得这是不可否认的。那刚才汉廷有自己有提到说中共势力的介入，其实我刚才一直都没有特别去讲到这一块，不过既然提到的话，确实是像这几天我们也看到说，网络上 PPT 和 PTT 上就是有网友在带一些反对陈伯维的风向，可是它里面的一些内容看起来就是很假，甚至有的是用简体字 po 文，然后后来 po 出来之后赶快被删除。那个呢账号去查，很多的那个账号的本人就发现说，不对，这不是我 po 的，奇怪，可是我没有把我的密码给谁，怎么会知道呢？就是这几天他们也有，都昨天今天都有去警察局报案，就说这个就是觉得看起来这个感觉就是不是他们本人，也不是他们身边的人，就是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刚才提到网军，我要说的就是你说网军在哪，我看这个应该才是网军。再来呢，说中国的官媒，我们也看到说中国的官媒一直在对这个罢免陈伯维的案子下指导棋。那我很不想要这么说，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看到说国民党这里很多的行动好像也跟中国的官媒不谋而合。所以你说到底有没有这个境外势力的介入，我真的很不希望，因为毕竟这真的是一个区域性的立委他的要不要罢免他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真的很不希望看到说，如果说是有这些其他的境外势力的介入。好，佩芬提到了境外势力的介入，这当然也是这一次呢在这个罢免案的整个过程当中不断被提及的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驻德国代表谢志伟那他当然写了一篇 po 文，也是在挺陈伯维的，其中有几句话啦，就是他说，我在柏林挺伯维，要不是远在德国，我早就扑进戒严区支援三 Q 了。戒严，那个严当然是指的严家，戒严区。那其实呢，他在整篇 po 文的最后呢还有讲上这么一句话，他说不能让戒严党加共产党扯后腿。好，所以了，所以汉廷，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直接就说有外来势力、中国势力介入了。可是有时候听着听着，你会腻不腻啊？还是抗中保台这一招？可是会不会真的就是有效啊？我找不到，我 Google 国台办空格陈伯维，我找不到相关发言，就是国台办应该没有评论陈伯维。然后我打人民日报空格陈伯维，我也找不到相关人民日报官媒批评或评论陈伯维。你可能要打央视，有的话只有2020年4月9日的，因为就是他们批评说陈伯维叫做三傻大闹立法院，那个时候呢顶多就是说陈伯维是个草包，然后也没有评论到罢免，因为当时应该也没有罢免的事情。那再来呢，是刚才佩芬说到那个很多的这些网友的账号联合起来说啊，那个不是我的发言啊什么的，
那令人不知道这到底又会不会又是林伟峰事件的重演呢？而且因为先前啊，这个当蔡益宇委员他在爆出来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中山大学都是跳板，背后来自于中国大陆。”我认为委员应该要更加的公开他这个技术到底如何查的，因为如果你只能查到来自于中山大学，那为什么不是中山大学就是一个断点，而是判断它背后还是一个跳板？那这个的技术来源或者是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应该也不是委员一个人能够做的，他肯定有技术专家跟资安专家，但目前的新闻都没有报道，目前只有看到是委员一个人的断言，就他说是这个样子，他说背后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到底是不是，他目前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也希望他能提供啊。但可能罢免案一结束之后，这整件事情又会烟消云散，这就令人很担忧，就如同最近有很多的耳语说，哎呀，你只要出来投这个支持罢免就可以拿什么3万啦，然后或者反对就可以拿10000啦，这些都是所谓地方型的这些耳语，那到底是真是假，目前也完全没有逮捕到，但是这些耳语的扩散其实都是不利于民主也不利于选举的。那么最后再谈到，所以为什么民进党到目前尤其看到蔡总统他的两次发言，虽然好像说他提了两次感觉是一个比较帮忙的态度，但是到了第二次帮忙的态度，如果相较当时跟黄捷的状态比起来，黄捷他说我们一定要守住黄捷，但这一次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用词，只说我们要持续关心，然后不要让认真的人孤单，但没有告诉大家那到底是要不要去投票，或者到底是要不要去支持陈柏惟，这些关键的话都没有。所以如果我是陈柏惟，肯定非常紧张，因为听这个话就觉得蔡英文已经放弃了。你觉得他觉得蔡英文不够挺哦，就是放弃了是不是？我觉得根本就不够挺啊！你没有像黄捷那样的力道，就是拜托来支持啊，或者我们要守住啊，没有这些激烈的用词啊。就是如果跟黄捷比的话，这次就显得说我们大家关心。那什么是关心呢？就是在家看电视就挺关心的了，对吧？也没有鼓励大家出来投票啊，还有呼吁大家要冷静，但好大概就是这样吧。我记得内容，对对对，所以这个都不是说鼓励大家出来支持陈柏惟。那当然，因为陈柏惟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蔡英文要靠太近的话，大概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他最大的极限了。好，不过呢，是不是蔡英文呢？其实他只要出一张嘴，不管罢得成罢不成，事实上都对民进党有利呢。好，我们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啊，他的观点是这样啊，他说罢免案现在看似很冷清，但其实暗潮汹涌。当民党的台面上政治人物啊，如果不趁机赶快表态，赶快搭上这班列车的话，其实会有后果的。那不管呢，罢免成败对民党的影响真的是有限的。蔡英文口头上的支持，他没有涉入太多，所以就算把陈柏惟罢掉了，对他的伤害其实是很有限的。好，但是呢，就算把陈柏惟罢掉，好，那按照这个逻辑，就说民党顶多把这席立委还给国民党嘛。好，那对激进党你说有什么伤呢？搞不好也没伤啊。对2022来讲的话，他有同情票。好，对激进党搞不好也是获利的。好，反而是一旦没罢成，重挫的是朱立伦和国民党。不好意思，我额外补充一下，因为我就很好奇这个所谓民进党一直讲的央媒介入，对，央视报道所谓陈柏惟的，刚刚佩芬有说提到央视，今年二月的时候，那不过就是稍微提一下，就连一阶段跟二阶段都没有，然后当时他的评论是说什么呢？就说因为陈柏惟操作声律是极端政治，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如果要以在今年二月，然后就来说今年十月底的这个公投叫做所谓的央视介入或中共介入的话，那好像前置新闻自由的叫做民进党吧？那今年二月不能稍微提一下，然后就那一则，然后现在就集体来散发，哇，这就所谓的央视介入啊，中共介入。你们这个讲白了，其实这也就是人家的一个政论节目而已啦。你把人家政论节目看那么大，那有没有把我们大新闻大八卦看得这么大呢？对吧？大家一定要支持订阅我们大新闻大八卦。好了，那个佩芬要。稍微补充一下哦，这个汉庭可能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如果我用 Google 的话，马上其实就是一两个礼拜前的事情啦，就是不是说很久很久以前。可能一两个礼拜也是讲二月份的事情之前的事，不是你现在讲，它是现不是央视最近讲，是央视在二月讲，然后你们最近报，这不一样，不一样。好，斌哥，没有啦。其实我刚刚因为我也很好奇，我刚刚也上网去查了一下，你知道我查到的最多央视对陈柏惟事件下指导棋的，是哪个央视吗？是眼球中央电视台，下了最多的指导棋。那要不要先把眼球中央电视台抄台抓起来？要不要？而且我告诉你，对整个陈柏惟事件下最多指导棋是谁？台湾所有的电视台都下了一堆指导棋啊。老实讲，我还真没看到央视下什么指导棋。央视，老实讲，如果我是
我是老共，我是央视人、啊、我想要下指导棋，我一定全力捍卫陈柏惟，因为台湾这么烂立委，一定要让他留下来，这样才能够祸乱台湾，这样才能把台湾搞烂。如果央视要下指导棋，我觉得应该要下这种指导棋。所以，我就觉得央视到底下什么指导棋，真的说风就是雨。你看哦，每一次民进党他们都是一条边的，什么东西一出来了，每一个都转载、转载、再转载，然后每一个媒体就根据这个转载东西再做评论。可是实际上你仔细去看，大家全部来一个同一个，然后那个新闻来源可能是胡说八道，可能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每一次都用这种中央厨房式的做法，反不反呢、啊？那再来，我必须讲，尤英龙他这样的评论，有一部分我认同，有一部分我不认同。认同的是，我认同，对，其实就算陈柏惟被罢掉，对蔡英文来讲，虽然有伤，也不见得会伤得多重，因为民进党还有很多招数可以运用，而且因为在这个罢免的过程中，颜宽恒自己本身也会受伤，所以对国民党也未必会有利，可是对国民党来讲，万一这一场罢免没有过，他会直接的影响就是朱立伦的威信，他本来威信就已经不足了。他现在不过半呐、啊，对不对？对，然后再加，然后接下来的，不管是要霸凌仓座，甚至四个公投，对，可能都会有非常大的危机。所以对国民党来讲，这是一个绝对。会不会一路还联动到2022啊？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所以对蓝军来讲，这是一场不能输的仗。可是对绿军来讲，他还有转圜的空间。是这个讲法本身是没错的。那至于说对激进党有没有影响，理论上来讲影响很大，因为激进党只有他一个立委一席而已，就没了。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因为激进党你们全部解散，加入民进党好不好？对啊，这样很烦呢、欸。你们不觉得自己很烦吗？哪有一个党成立的宗旨就是要护卫另外一个党？人做人有做到这么贱啊？你是奴性这么重吗？怎么会成立一个党做这种事情呢？会不会很好笑？你们党解散就加入民进党好不好？不要搞这么麻烦，民党资源比较多，当官的机会比较大，何必搞什么激进党？很难看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对民党真的有损，激进党真的有损失吗？我觉得激进党经过这一次之后，如果大彻大悟，全体解散加入民进党，我觉得对激进党是好事。那对我跟你讲，民进党现在有没有下一些封口令，甚至对某一些政治人物有影响？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一个人的动向？坚哥，坚哥最近表态，他反对罢免陈柏惟，对，表示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民进党，我跟你讲。民进党现在已经变成独裁市政党，党内不可以有任何不同的意见，谁的意见跟蔡英文不一样，谁就准备吃不了兜着走。这是民进党堕落的、无可复加的一个明证，这还不够明显吗？哎，你看蔡英文一个人的意志就可以主导整个党的力量，民进党过去是再来讲不是一个一言堂的政党，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意见，大家彼此能够在。意见表达的时候是互不相让的，结果现在全部都是蔡英文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民进党的这一些先前先烈看到民进党现在堕落成这样，真的会哭啊！老蒋，今天还在民进党的人，我真的觉得我跟你的主张可能不一样，可是至少做人要有基本的格调，而且不要忘记你们当初加入民进党的理想，你们不是去加入当别人的走狗的，要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想法只是想要当官。只是想要帮人家拍马屁，说真的啦，何必浪费时间在政治上呢？其他的行业都比政治好赚。不过最后问一下佩芬啦，就民党现在是不是有不表态的压力啊？我不觉得有这个压力耶。你刚才韩冰哥有讲到说王志坚，王志坚哥，他对于任何事情都是畅所欲言，所以我不觉得说他会有受到什么压力而因此要说什么不说什么。我虽然跟韩冰哥同样姓谢啦，跟谢志伟大使也是同样姓谢哦、喔，不过就是跟韩冰哥比较很多时候的想法比较不一致哦、但是呢，我相信就是刚才韩冰哥讲的关于说国民党在这一战有不能输的这种压力，尤其朱立伦他刚当选这个主席。有一种就是如果说这一战输的话，他的气势整个就弱掉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为什么这一次国民党会这样倾全力要罢免这个陈柏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好，那我想最后一点的时间呢，我先请教三位，我们来赌一把好不好？就在今天晚上，这个陈柏惟阵营，陈柏惟会不会上演什么狗血剧嘛？哦，我不知道佩芬，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他今天晚上会哭啊，会下跪啊，好，或者是他妈妈也来啦，这个母子相拥而泣之类的？我觉得要他下跪，可能我不知道陈柏惟，我。
我认识的陈柏惟感觉可能不是那种会走比较这种哀兵牌的陈柏惟啦。你说现场的气氛怎么样，他可能有没有落泪怎样，我很难说。但是你说他要真的大动作的下跪啊等等，我是如果你要赌的话，我是觉得应该不会，不至于，是不是？那汉廷呢，觉得他贵不贵？这个我们不要小瞧这个人的这个极限了，所以我不敢预估。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气氛使然，他本来没有要跪的，可是不见得有可能比下跪更高招啊，不一定。是，好，那兵哥呢？兵哥你会到那边？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下跪，应该是昏倒。为什么？啊，因为他最近他不是说他早上四点半就起来很累，他前两天已经跌倒过了，所以昏倒的可能性比较高。而且我跟大家保证，他百分之百会哭，百分之百会哭。我觉得他一定会哭，因为他前几天根本没什么事，也哭得稀里哗啦。他今天再不哭，我也觉得怪。所以我觉得这种撒狗血，就真的不管哪一党都一样。如果今天国民党用这种撒狗血在那边哭，我也觉得很恶心。民进党一样，哪一党都一样。拜托台湾的政治人物，给我们子孙留一点最基本的榜样。不过是选个举而已，不要搞得哭哭啼啼的，又不是你家全家死光。好，那我来谢谢三位。那我来问问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哦，你们怎么看呢？觉得在今天晚上选前之夜呢，陈柏惟会放大决吗？哦，他会有什么出人意表的举动吗？哦，听说这个朱学恒、黄伟汉两个人已经在赌鸡排了。哦，黄伟汉说他会什么长时间的鞠躬哦，那很有诚意的鞠躬。那然后。网友还说推轮椅啊，这个不要这么离谱好不好？然后好，我然后朱学恒觉得说他会下跪啦，好，所以那网友怎么看呢？那在这边聊天室已经破5000多人了，在子评，那主评的朋友们的话可以的话也移过来这边。好，那我知道其实刚刚在聊天室很多人一直在骂我说为什么都是一直每天都有请民进党有请绿营的人士上节目，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不是吗？对不对？就是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我们要听听多元声音嘛。那我们尊重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是呢，大新闻大八卦会让大家都听到这每一种声音。好，网友你不认同或是你有意见都没有关系，都欢迎您进来跟我们辩，跟我们挑战，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好，那我好，现在这个人数还是在增加哦，在聊天室。好，我先为您介绍在第二个小时一起跟我们参与讨论的来宾，首先是时事评论员罗有志。千惠好，大家午安。现在会增加啦。什么增加？不是有一阵子死评很久了。对，而且我刚刚一直还在抱怨说，因为刚前面我看到第一个小时，很多人一直在骂我说，什么千惠绿化，然后什么中天没救，然后什么为什么都要每天请个民进党的？我觉得不是本来就该这样吗？是不是？我们就听听多元的声音，不同的声音。我希望你请王定宇嘞。我希望对他来，我也可以陈波。什么叶宜津啊？陈波维，我都想视讯他。佩芬太可爱了，请佩芬太可爱了。那个有比较凶一点的，走向极恶的那种。对，但是我在那边好，我在那边。抱怨的同时，人数是有增加的嘛？ 好，欢迎罗尔志。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赖岳谦赖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以及的我们张亚中办公室的主任，还有我们的何启胜，启胜哥，几位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当然我们刚刚现在还在谈到很热的，就是陈柏惟罢免案嘛，在今天是最后的决战关头，晚上呢双方阵营呢都有选前之夜。那当然这个规格不一样，悬殊啦哈。那呀，陈柏惟这边呢规格很大，那在三 Q 总部这边呢就是在一个小广场200-300人哦。那刚刚像是韩冰，他觉得是这个场子是大是小都不重要。好，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消息一直不断的传出。好，请导播给我下一张，我先来看看，就是刚刚佩芬其实有一直提到的哦，就是说中国势力的介入，他们动不动看到简体字，好不好？这个是蔡英文爆料的。好，蔡宇呢说他在 PTT 上面呢发现了一组特定的 IP， 那他是用不同的账号来攻击陈柏惟。好，所以比对之下发现有不少是简体字，很明显就是中国网军盗用 PTT 的账号密码来斗争陈柏惟。那当然找着这个 IP 的所在位置就是中山大学的宿舍。那校方的说法是目前当然在配合检警调查，初步发现呢疑似资安漏洞的分享器。好，所以呢在这个部分还是导向于中国势力的介入。那刚刚这个话题也在我们第一个小时讨论了很多。好，结果他们想说中国是势力的，哪里的势力，什么媒体报道啊，那去查央视是2月份的时候才提了一下。然后韩冰哥还说央视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欸，那个才是报道陈柏惟最多的。所以我不管啦，反正他们现在主旋律依旧就是抗中保台，中国势力介入这场选举。我想我在今日头条应该已经很久了，所以我大概
应该我讲，这大陆的这些媒体操作，还有因为老朋友嘛，因为以前你还记得我们在东森，常常会有一些大陆的媒体来，他是什么性格，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我讲白的啦，陈柏惟这种咖、啊，如果还要大陆媒体对他大肆报道，我跟你讲，大陆媒体就堕落了啦。我再回来讲，他叫做什么咖、啊？这种咖要大陆媒体报道，教授好不好笑？要中央、大陆中央特别关注陈柏惟、欸，好不好笑？不可能的事、啊、不要说陈柏惟啦，我跟你讲，陈水扁都不见得会被关注了。陈柏惟、王定宇、嘉业已经整个高雄立委全部死光。我跟你讲，大陆所有中央也不会滴一滴眼泪，不会发一篇什么大，顶多哀悼。陈柏惟一个咖、啊。做一年九个月的立委，然后一个小朋友，然后讲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然后你要大陆的媒体所有人呢来打陈柏惟，你什么咖啊？笑死人了！这种也可以拿出来宣传，三明治你也努力一点好不好？这种什么中国是干涉罢免，中国会干涉陈柏惟的罢免，你不要笑死人了！那种咖也太小了，王定宇、嘉业已经两个全部倒卧在。沙滩上，我跟你讲，所有连《环球时报》发个快讯就没了，你信不信？陈柏惟被罢免，然后会大书特书，中国干涉五毛拼命的出，笑死人了。这种招数也有人相信哦，因为太堕落了吧？我跟你讲啦，不要说这个什么中山大学的账号，请问一下苏处长被逼死的那些公务账号现在在哪里？查到哪里啦？你别闹了好不好？你们这些民进党最会搞这些 IP 跟账号啊！不是查到了行政院某个办公室、立法院的某个办公室的 IP， 然后呢，疑似哪个立委提供办公室，还疑似蔡姓立委谁帮忙？啊，后来查到了没？啊，到底是哪个立委提供的 IP？ 到哪个办公室分享出来的路由器？给了没？那、啊、现在找一个中山大学，然后就开始说，你看中山大学，然后呢？被网军入侵，中山大学的分享器被五毛攻占了，然后借由这样转到台湾，开始这干涉。网友向雨田说，注音也可以选简体字啊。对啊，谁说一定要罗马拼音？是不是啊？这些账号之所以浮动 IP， 就是因为它很好去做这些连结。所有台湾的网军哈，对不起，本人在下我开公关公司，我也有用过，因为要分攻击型跟宣传型的。而且这些 IP 一定都是寄到国外去 VPN 就可以了嘛、这种东西你还要我教，然后呢这参与这些人骗狼替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哦，抓到了，抓到你个大头鬼勒。我想这些三明治还有这些民进党立法委都欺负这些老百姓知识不对等，那跟你讲的是有是无，然后标题下下去，刚刚那个标题叫什么？中国干涉选举。第一个陈柏惟什么咖啦，第二这就是林伟峰嘛，全部都是啊！你觉得是自导自演？一个陈柏惟搞到林伟峰再度死而复活，这民进党堕不堕落？第三，我跟第三要跟各位讲的啦，没有啦，民进党千千万万个林伟峰。我跟各位说啦，我再讲一次，所有的事情从九月以后，民进党做的所有事情，如果要加入大新闻大曝光的评论，麻烦大家搞清楚一个方向，往两个字选举去想就对了。谢谢，昨天各报都有写我这句话。如果大家针对陈柏惟的罢免，然后开始要讲一些什么，我讲那就错了。你只要把所有民进党现在要做的事情套上选举两个字，你全部清楚了，脑袋全部清楚了，你就不会想说啊，中国什么干涉罢免，别闹了啦，全部都在选举。那为什么要拿这个出来呢？因为从2021年的九月，民进党已经开始选举了，而且一路选到2024了。我跟各位讲，这六年，这五年。绝对是一样的主轴，绝对是一样的步调，一样的和弦，就是抗中保台。因为蔡英文赢上瘾了，他觉得这个非常好用。我跟各位说哦，绝对会用五年以上，一定会继续玩，而且一定会每年玩得更凶。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多好玩，是因为国民党多没用，因为他没有反论述嘛，他没有啊，就是应该怎么讲？对立型的论述，人家现在抗中保台，你有没有第二个？没有啊，现在朱立伦给他用对白啊，他也要抗中保台啊。啊，请问一下，那怎么在这五年之内把抗中保台翻过来？陈柏惟叫起手式啊，
这些叫起手式，然后你们还在那边骗五年，随便。好，这一切都是阿共的阴谋啊。那既然罗有志提到了说为什么民进党可以一玩再玩屡试不爽，是因为国民党太弱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反制作为。所以在这边这个请教这个齐正哥，对啊，因为真的很好用啊，一切都是阿共的阴谋，这个是太好用了。那你说我们在这边说不可能，我们眼睛是雪亮的看，可是问题是哦，明天看看结果啦，我不知道啦，相亲投票。我觉得千惠问这个问题，某种程度反映出来，就是国民党对于在台湾的这些民众的这些智商啊，可能还是看得比较高的。嗯，也就是他会认为说这种很弱智的，你们应该看得懂啊，很弱智的一种宣传手法。这个怎么还会有人会被这样子而欺瞒？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中国大陆，我觉得从那个 BJ26BJ 啊，也就是林伟峰之后，其实大家看待简体字，恐怕都已经有了一种所谓的一种防备了啊。也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教育过了嘛啊，这种反串。那么紧接着就是说，再过来就刚刚有志其实非常愤慨的说这个陈伯维是什么样的咖了哈，我倒愿意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也就是中国大陆今天能够跟美国在进逐世界强国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当中，他真的不是没有事做了，他不会去，如果他可以为了一个陈伯维啊，然后呢去动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文字上头的攻击，我觉得他就不配作为一个跟美国这个匹敌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世界大国嘛啊，那所以我觉得从这，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自己本身要处理的事情真的很多了，不愧是陈伯维啦，所以这个如果这样说法真的也太往陈伯维的脸上贴金了啦啊，我不愿意去抨击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咖，我觉得大家呢有一般的啊这种国小以上的阅读这个教育程度的话，我相信应该都不太相信。那我觉得反倒是应该要去思考，是说这个蔡意瑜委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也就是他这个思考是到底要糟蹋我们台湾人民的这个智商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恐怕才是一个相对比较可疑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嘉义的很多的选民在一方面观看这个陈伯维的这个目前的罢免的案件之余啊，同时恐怕也应该要思考一下蔡意瑜的问题了啊，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对于我们台湾人民的这种教育程度的不尊重，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今天他讲出这句话相对比较可疑的地方。好，我刚刚看到网友一个留言，我笑出来，就是什么都阿共，抗中保台也是不是阿共的阴谋？教授，当然很有可能。对不起，我这个学导这个表达之前，我也说一下，就已经很多人说，其实这个民进党才是终极武统的代表啊，对不对？这就跟当年228的谢雪红是一样的、啊，对不对？今天如果当初谢雪红成功的话，今天台湾是被赤化的、啊。对不对？所幸还有当时还有228，把这些台共，把这些27军通通歼灭了，那才能够让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繁荣富足的一个发展嘛。所以，如果今天的民进党也是他尊奉的是谢雪红啊，那如果是尊奉当时的台共谢雪红的话，那今天你怀疑说他是武统的这样的一个终极武统的这个代表性的政党，这个怀疑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可能的，而且极为高度。这种如果说我的这样的一个推演是有错误的话，那就如同民进党推演中国国民党是舔共是一样的错误。教授，我觉得抗中就一张嘴了，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因为民进党上上下下他们的抗中就是一张嘴，因为事实上现在还没有到抗中嘛，因为没有战争嘛。没有战争，我们也没看到民进党说今天前仆后继的拼命的去参军，就是说我到目前为止我也没看到台独的这些年轻的孩子啊，还有就是民进党的这些人拼命的鼓动他的孩子们那么去投考军校，然后去投管那个专科，然后去当志愿役的军人都没有嘛，所以他们的抗中是假的一张嘴，因为就那一张嘴在讲而已，可是他们没有行动，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他们的行动啊，这是第一个。那保台是保不了台了，那是假的，因为如果保得了台，他就不会让美国人帮忙。
那因为一直要美国人帮忙，那就是保不了台，所以这个道理就很懂了。抗不了中也保不了台。对，抗不了，因为 抗中是假，是一张嘴，然后保不了台。因为如果他真的能保得了台，他绝对不需要美国帮忙。嗯，那现在为什么会请全力要美国帮忙，而且怕美国怕的要死，怕美国不爱他，这就代表他保不了台。所以保台也是假，抗中是假，保台也是假，就一张嘴是真。但是这张嘴可怕，为什么说这张嘴可怕呢？因为这张嘴啊，你看哈，它可以欺骗台中人，嗯，也就是说绿营的媒体的上上下下，他们可以欺骗台湾人。为什么说他们可以欺骗台湾人呢？他们可以随便的把这个所谓的简体字的出现，就说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可是我想，在台湾所有的大学生，他在学校里面打字打惯了，他其实不要大学生了，高中生、国中生。他自己都知道电脑上或者手机上有一个软体，就是简繁繁繁繁，或者由繁体字转简字，所以简体字跟繁体字是随时可以转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只要有简体字，你就说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只要有繁体字，来自于台湾，那这就很有趣了。这个绝对不会是一个事实。可是呢，当他这样讲，检调单位也信以为真，这个才是可怕的事。嗯，学校一个大学，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大学自治，校园学生有他的基本的权利，他不可以随便被侵犯的权利。可是你看，一个堂堂的国立的中山大学，只不过就是一个立委，然后他提出指控，可他没有任何证据，他提出指控没有任何证据，而大学就马上下去查，然后交出溯网资料。对，我觉得这个大学。这个大学，这个国立大学是有问题的，嗯，是值得商榷的。然后学生的隐私权，嗯，是立刻就被侵犯的。然后中山大学学生没有人叫一句话。对，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国立大学的大学生，然后他的网络，他的数据马上就被调查，被检调单位下去要去查。大学自主。然后我们的大学生静默，对，只要因为碰到民进党，对。只要我们的大学生只要碰到民进党，终结点在这里，对，那就一切都放宽处理。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国民党的话，如果是侯友宜，一定哇哇叫了。是要某你在新北的一个大学，对，那说你身为大学老师，你觉得会变怎么样？哦，他一定是抗议了，而且呢举百度条，而且呢在校园内，然后就带着学生，带着一狗票的学生，跑到这个新北市政府。然后要抗议，然后要演话剧，警察威权，然后演话剧说那个他侵犯大学的大学自治，侵犯学生的隐私，然后开始演话剧了，然后开始有些人就在地上哭闹，然后甚至要再推一个二次的那个野百合运动，绝对保证，因为只要是碰，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他碰到民进党，他的隐私权被侵犯可以接受，嗯，他的个人的任何权利、基本人权被侵犯。都可以接受，因为他是民进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还有我们的大学生，对于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包容，其实你会伤害你自己，你伤害你自己的完整的人格，你伤害你的基本人权。我觉得当你自己是双标的时候，你以后不会赢得任何人的尊敬跟同情。立刻订阅中天电视，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中天新闻不会消失，只会更强大。